踢枪技巧。瞧，著名武旦齐淑芳和对手正在练踢枪，他们配合得多么密切。我们想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出手这方面，我们想来个突破，出新一下。我们想找几个那个这个芭蕾舞的动作呢，我们来个托起踢枪，这样行不行？行，大家都说说，出出点子。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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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试练一下。吊起来推，吊起来，吊起来，在那。来啦。这定位行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是，给他高点。好。怎么样？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对旧出手进行了改革，创造了不少新的东西。过去武旦戏中只打四杆枪，后来到十杆，现在根据人物剧情的需要发展到十二杆枪。不仅快速踢接，还运用了许多芭蕾的托举舞姿，满台枪花飞舞，使人眼花缭乱。这种武功技艺在国内外演出受到热烈赞赏。这里演出的《火凤凰》集中展现了枪花技艺，十分精彩地打了十二杆枪。
齐树芳主演的神话剧《海珠》在武打设计上有所创新，他把富有民族传统的长筹武技巧柔合在七枪等开打中，轻盈多姿。
小。
首场演出轰动了德国的新闻界、文艺界。电视台记者说，欧洲所有的艺术都无法与你们相比。你们应该演遍欧洲。汉诺威市长说，这次博览会有你们的参加是一种太大的荣幸。这里正在举行维也纳第四届国际艺术节，他们参加了闭幕式的演出。Beijing Opera Troupe. It was an excerpt of The Flaming Phoenix. Helping us bring this evening to a clos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one more time, let's meet the recipients of the 2001 National Heritage Fellowships.It's Peter Cavellos from Princeton, Kentucky. Eddie Pennington from Shanghai, China, and now New York, Chi Shu Fong. See Joe Wilson.Peking Opera is proud to present the Woman Generals of the Yang Family. Please take this time to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s or pagers. And please, no taking of photographs and enjoy the show. 各位先生女士，晚上好，欢迎各位光临 The New Victory 百老汇剧院，欣赏由戚淑芳新剧团表演的杨门女将。在开演期间，请您关闭您的手机及配置，同时请不要拍照及录像，谢谢大家的收看。
在纽约看了整本的这个摇滚女将，非常成功，非常令我们感动。这个刚才您那个太极团队记这个摇动宝的时候，台下好多人流泪，包括我，我还看见两个洋人在这擦泪，可见你们的成功啊！我的妈呀！中国的智取威虎山经典选段，齐淑芳博得了全场观众的满堂彩。